来，我们今天从头到尾都有建立过的哦，一直说一直说过的，是的，是什么呢？大家首先变成一个六，六，一个六，好，所以是什么？打高高再印章。OK， 那这个很简单，等一下哥哥姐姐会把手伸出去，我们会说打勾勾，你们就说盖印章。要把大拇哥寄给我们哦，我们所有人练习一次，预备，开始，打勾勾。超级棒的，后面的手举高哦，打勾勾，盖印章。哇，我们刚刚别对应到那个六号了，六六六六六六六。好，请问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好，那优哥姐姐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OK。那我准备好的，把手举高，比个五，一起大声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来，一起挥一挥。好，手机给我们。后面的爸爸妈妈挥挥手，挥手。下课钟声响起，一起挥一挥。我们说声再见。好，下课，大家再见。
起快拍手。哇，最后一首歌好温馨，真的耶，而且大家都有跟着跳哦。是的，而且刚刚那样子真的很难断定谁跳得比较好耶。真的，你们想要礼物吗？好，那来这个礼物，我妈把今天把力量全部释放给我们哦。等一下我们就会说，我会说优格姐姐、大树哥哥，你们就大声的说我爱你，最大声的礼物就过去咯。 好，准备咯，优格姐姐、大树哥哥，我爱你。哇，你有选到吗？有，我选到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正在我前面穿的黄色衣服，写乐童出没，注意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恭喜你，礼物送给你。好，那爸爸妈妈合作一起再喊一次咯，优格姐姐、大树哥哥，我爱你。哇，真的很难选哎，但我有选到那个穿白色衣服，上面写 Puma， 什么你？恭喜你！好，哦，我也爱你，要喊我一下。好 ，OK，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礼物，那这个礼物呢，很希望大家要好好感谢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带你们来参加这么棒的活动，可以让我们开开心心唱歌跳舞，在这个大湖公园走来走去，很幸福的感觉。所以现在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里。爸爸妈妈，把黏住哦，像这样子，黏住，黏住，要黏紧紧哦，黏住。哇，都找到了，都找到了。OK， 黏住了哈。好，创意题要来了，创意题哦，等一下数到三就说爸爸妈妈我爱你，如果是阿公阿妈带你来就说阿公阿妈我爱你。我们先练习一次，小小声的哦，力量不要放太多，一二三，爸，其实音量好适合晚会，我觉得不错，好温馨。好 ，OK， 但是要最大声哦。哇，里面有礼物要送哪一个？这个签名的手提袋。那我送出的是哇某某的绒毛小包包。那等一下呢，爸爸妈妈我爱你喊的最大声，动作越有创意最可爱，最创意的，最有创意，爱心搞怪的，我们就会选到你们了。好，准备了，一二三，爸爸妈妈我爱你。好了，我有看到有一个合体技很厉害在我眼前，恭喜你。好，我也选到了，就是妈妈给你们。好，那边是不是还有礼物？还有两个。哇，还那么多。好，大放送都送出去哦。我们会一次把这三个通通送出去哦。好，准备哦，再来一次，数到三说爸爸妈妈我爱你，加上最有创意的 pose 哦，预备，一二三，爸爸妈妈我爱你。好，我选到那个穿灰色衣服的妈咪。我选到这位穿红色衣服的妹妹。我还选到了那边那个穿着点点装的姐姐。宝宝小心哦，来前面拿礼物吧。妹妹，礼物送给你。谢谢，点点装的妹妹，谢谢你。哇，我这里还有一个也送出去好了。哦，好，那我要先跟大家打勾勾干一扎。没有拿到礼物的小朋友没关系，今天可以出来玩就是最棒的礼物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好，准备。前面粉红色外套的妈妈，礼物送给你。好，谢谢你。哦，我发现他还在看我这边，还有一个。哦，爸爸妈妈，我爱你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希望呢，下次还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度过一个这么开心的晚会。那谢谢大家。那现在这边跟大家说，下次见，晚安。好，我们谢谢大叔哥哥跟优格姐姐精彩的表演，来，接下来。